国际武术竞赛套路，剑术。剑术是武术的四大名器之一，誉称为百兵之君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剑术，既吸收了传统剑术套路的精华组合，又糅合了当今剑术技术元素，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创编而成的。全套动作编排精巧，难度适中，起伏转折，剑法密集，技法丰富，体现了剑术运动轻快敏捷、潇洒飘逸、灵活多变的风格特点。全套正面演示。